婚姻关系农业大关，但是原来有真济农水路年久失修，常常造成农民发生车祸或者是排水无货状况。立委丁学忠接到乡镇公所陈情，即天邀请农田水利署前往会勘，嘛针对四湖乡北港镇的农水路提出改善规划。讲因为咱即摆。婚姻原来有真侪农水路破损不堪，常常造成农民发生车祸或者是淹水的状况。为此，立法委员丁学忠就收到乡镇公所的陈情，邀请农田水利署前来会勘。当中有真侪路面是破损无平，排水系统失修等等问题，嘛希望会当解决农民的烦恼。哈，定冰车啦，看到实在是哇呐，很心酸啦。排水就是会堵啊，农作物拢会浸湿啊。吼、哦，迄沟啊、水沟啊，歹路面也歹啦。啊，摕着像农水署的经费来改善遮农水路吼、哦。平常时咧做田的时阵哦，这个灌溉啦吼，排水系统实在是啊，无法度通去使用了。吼、哦、啊，今仔日来看，相信啦，遮农水路吼、哦，应该会当哦得到改善安尼。除了四湖乡以外，北港镇也有出现排水无好的问题，另外也有道路需要拓宽。刘义丁校长甲水利署嘛前来会勘讨论，希望工程会当来赶紧完成。即马即个农路吼，即农田吼，拢排水吼，拢这是上大的问题，排水啊。啊，从今仔来看这条吼，因为咱这边是排水，是咱永和头，永和头嘛一区，但是伊这积水的。伊积水也掺排水也做伙。那未来北港湖畔第三塔会在我们的今年度的中旬哦陆陆续续完工哦，还有我们会设置小林塔，所以这一条道路是非常的重要，也就是进出我们湖畔公墓所有的那个殡葬仪式的重要道路哈。刘义丁校长表示，这边除了四湖乡甲北港镇以外，未来也会到各乡镇会勘，希望会当赶紧改善农水路，为乡亲打造安全的生活空间。啊，咱当十一乡镇，咱拢总有规划吼，但一般的农水路甲重的区的农水路安尼加起来总数一个3000万吼，啊，过来陆续会一直会勘落吼，啊，会请咱这个农水署者进驻。来测量、设计、发包，哎，当早日来完工，予咱农民有一条好的水路。请婚姻关注，阮农水署婚姻关注的同事吼，大家进来先鉴解吼，测量设计，啊，来顺快当年底来顺利来发包。啊，农路的部分，拜托未来就要拜托婚姻关注的地政处吼，来做测量的时间的工课。基台工程会当赶紧施工，不只是改善农水路的安全甲排水，嘛，予农民会当有搁较好的生活环境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